大家好，ST 度一年八條片又介紹咗馬鞍山線嘅大部分，即係指南啦。大圍如果你冇睇嘅話，又揾翻之前條片嚟睇啦。除咗呢度，其實都好。呢條線主要顏色都係淺色，淺色為主咯。除咗烏雞沙同大圍之外，係深色之外，而家全部淺，淺藍啊、淺黃啊、淺綠啊，係咪先？估唔到沙田圍係粉紅色喎，都用粉紅色。所有車暫時都劈曬度啦，而形成一條馬鞍山線形狀，似唔似先？東影到去西，除咗喺西影到去東，西影到去東，東面幾靚？咁呢條片就到嚟呢度啦，拜拜，下次再見。